气氛都到这里，你不觉得很像夜游吗？不是吧，大姐，我刚刚才讲完鬼故事，你就这样搞了。哎呀，这个夜晚更幸福，更密集，这是不是夜游啊？
是天气太热，整个烧坏了。他到底在说什么啊？竟然死亡都被遗忘，那个船员可信度不是又该上去？